大家好，我今天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现场展示的水泥墙。那这个是用我们大型的 3D 水泥列印机所列印出来的。那这个墙体呢，它高度大概 2.2 米，然后宽度大概有 1.5 米。哦，那因为在我们想要3D 列印房子的基础上面呢，我们就先列印一个墙体来做测试。哦，那目前的设定的话，它可以当作组合物来使用，不管是公园的景观造型，甚至是公厕，我们都可以靠这样单片的结构来做组合。哦，那未来我们就会朝更大的列印更大的目标来迈进。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，欢迎随时跟我们联系，谢谢。